学生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苏轼先生的水调歌头，大家请读下黑板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杜甫呢，同学们，是一位中国古代著名诗人。杜甫先生生于公元712年，死于公元777年。杜甫先生是一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与李白共度，李杜。杜甫先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，被后人称为诗圣，他的诗并被称为诗史。杜甫先生班呢？回班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孟虎啊孟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天天上课你都分心，你父母是送你这儿上学是学习，不让你来捣乱的，你天天还要往外跑，上课不听讲，你瞧人红妮就上课多学习，你要能像人家那么好，你不爱上课都行，别中考快点把分都给拖下来啊！你不想学习，别让我学习，真是不想上课走人。
又恐琼楼玉女